来吧，兄弟们，天寒地冻啊！我们这旮旯今天又是零下十度啊！今天在海边发现这么多可爱的小白虾，可惜已经冻僵了。从车里把初恋时用的高脚杯拿来了，让他们暖和一下。有的老铁觉得老弟为人还不错，就给个小红心；有的老铁看到小白虾活了，加了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有108位老铁私信我说，好长时间没有看八爪鱼钻屏了，也不知道这么冷的天他还想不想钻。于是我去市场花了这个星期的零花钱呢，买了这个大个头的八爪鱼。有的老铁都看烦了，但是俺们家老铁有求必应。如果你也喜欢大海，就加个关注，和我一起赶海直播捉海鲜。来吧，兄弟们，眼前的这个神奇物种啊，是大海里长得腿最多的一种生物啊，浑身上下都是腿啊，粗粗一数啊，得有几百条腿啊。你看它游动起来也是非常的快的啊。如果你也是头一回见，如果你也觉得它长得非常的奇怪，请帮忙点亮个小红心，加关注，和我一起捉海鲜玩。来吧，兄弟们，今天在市场上看到一位老奶奶啊，面朝太阳敲击着钉螺啊，这样处理吃起来就很方便了。在和老奶奶交谈中得知啊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在外工作的儿子就要回来了，攒点外快给儿孙压岁钱呢。我瞬间就明白了，我们家老铁能否给这位老奶奶点亮一个小红心呢？喜欢大海的老铁，请加关注。来吧，兄弟们，习惯成自然啊！今天中午喝喜酒啊，趁机打包一瓶芒果汁啊，一溜烟窜到海边，二话没说啊，灌起了沙马蟹，手都冻肿了。今天我们这里零下十度啊，老铁，能否给俺这个敬业的赶海人一个小红心呢？喜欢大海的老铁，记得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哦。